台语歌。会长，你喜欢《月夜愁》还是《望春风》？哎，看大家喜欢《月夜愁》还是《望春风》？好，我带来这首哈。讲到这首，我一定要献一下。这首是我参加这个全国教师比赛，唱这个《月夜愁》得到全国教师的特优冠军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来秀一下这首《月色快要出来》，我们唱唱这首《哇呀秀》。感谢主的